就是我们的蔬果包装区就是刚刚有报告到那个小农班，就是产地的整合。那像这个青椒啊，它是来自我们的台南，很好的善用我们台湾本地的食材的。我们现在蔬菜跟水果都直接从产地采购，包括自己切蛋糕、在做保鲜店啊，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因为这样我们会觉得比较安心，品质会比较好。那像分店就很难做到这种差分的管控，所以就真的需要有专业系统来做到。那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板，它都是工业地板。那这个只有我的产品在出去之前都会先过几遍，确保没有异物。那它没有声音就是 OK， 那我们要会放一个，有金属就会帮助它校正，它就停住。好。可以的，然后那个响彻的芝麻油，然后香喷的芝麻油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荤桂，荤桂都自己做，这是我们开饭在用的那个三 Q 冰里面有的荤桂。好，那一块什么？一块板，然后有厨师用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的南瓜。让大家绝对是安心的。我们现在是在一边骑一边玩这个。如果拿平板，我都无法动。食安部是我自己的姐姐，就是很也是目前想必的。